我是波拉，宝贝们。但是你们想啊，虽然说贺卡不怎么好看啊，虽然说贺卡好看，但是我们谁呀、啊？也很好看。是不是唐尔瑞啊？嗨。你怎么又来了？因为那年没有我容身之地。你也来了。OK， 走。没事，因为我们刚下公演，所以我们都在直播。因为我其他地方的时候不想化妆。我看看这里光怎么样？那个小兔子是谁的鞋子？谁还有兔子鞋？真恶心！那是我的，你看。啊，我也有个兔子鞋。但是我没有穿，但是我兔子鞋的耳朵。我还没有换鞋，我从回来。耶。陶海瑞吗？我知道。哇，你房间好大哦！他说他现在在收拾房间，然后说让我先直播。我知道，我刚从他房间过来。他说他去收拾他的房间，然后我说我今天要开直播，他说那你先开吧，我把房间收拾一下。咋？你都在直播？真的，我跟你说，刚刚回去的时候，陶海瑞太丑了。完了，我要 diss 他了。那我把房卡给你吗？要不然你怎么去嘞？就是。李玉轩，你好娘哦！进哎呀，我刚刚好像露出了我的双脚。小东西。各位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刚刚夏文倩说我丑东西。过分了噻！哎，你们房间光跟我们房间比也没好到哪里去啊！我发现。这里吗？夏文倩说：“我这么大一坨蹲在这里，他是不是疯了呀？就是过分了。”夏文倩鬼畜客，滚出我的房间！滚出去！我在夏文倩的房间。鬼畜客，夏文倩说孤立你。OK。有人想看我直播吗？没有，不好意思。OK。你们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么恶心的李玉轩？什么？想。谢谢你，你真甜。谢谢。等一下，我们先谈等一下。是要敲你的脑壳。我们三个人一起。要敲你的脑壳。我才不。我们一起直播啊。我不想开直播。我们一起直播嘛！我都拿着卸妆了，让我直播，好冷。唐海瑞妆都哭花了，他还在直播。啊，他为什么？他等一下说吧，他就是，我刚刚已经去找过他了，我也已经安慰过他了，他就是平时小女生。哦，我今天看我像秃了一样，那个地方太吓人了。他就是秃了。下午，我收拾收拾一下。不开心，他给我了一个白眼，哎呀，不好意思啊，对不起。那个不是干吗？那个什么？对，这个刚刚那位姓氏，你五块钱，微信记得转给我，可以吗？微信转给我。你们可以帮我给李玉轩五块钱吗？他说我吃他个橘子要五块钱。哇，这个是那个怎么干？请赵泽慧的小粉丝付钱。对，请转给我，我付的钱，谢谢。BGM 怎么了？有没有觉得 BGM 特别的？是，不错，我找到平衡。刚刚，这里还有陶婉瑞的粉丝吗？就是我刚刚已经去找他，找过他了。我刚去找了他，然后跟他聊了一下。他现在已经很 OK 了，他在收拾房间，所以你们也不要太担心了。他们说让你给他二维码。我的二维码很帅的，不可以轻易暴露。那不行，二维码可以扫我的刘海。哦，我刚刚。要扫我的二维码吗？来给你们扫一下，快点扫哈。可不可以扫出来是什么样的呀？实行。哦，条形码。那你们扫一下，能扫出什么来？可以告诉我吗？我好想知道。我马上。我该找怎样一个角度？我今天整个人，
都很癫狂。我要开直播了。你开。好了，开直播了。今天好多人直播啊，真的。少吃来了一个昂贵的校草会，好。喂。你们可以告诉我，我现在的画质糊吗？糊不糊啊？我现在这个画质，因为我他们前几次说我的直播画质很糊，所以我现在有点怕。糊吗？我在直播。不糊就好。在直播。你们又闭眼吹是不是啊？你们是不是闭眼吹啊？姐姐爱你。你们不是都叫我慧慧姐姐吗？还叫我前辈。喂，好近。睁眼吹。过去五分钟，等一下。吕璇跑去浪了。没有。他跑去浪了。啊，这里。前辈好，哎，客气了，客气了。今天机长他们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我说哎，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哎，好好好。我跟你说，我每次在化了妆之后，我就很想见到二七宝宝，他们会叫我前辈。一脸享受，我听见别人叫我前辈，我的确。好吧，我承认我很享受。不是，是我不化妆的话，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我怕毁了我的形象。我化了妆，他们会叫我前辈好；我不化妆，他们可能会叫我姐姐好。不行，我这么说好像搞得姐姐很丑。不，那他可能会叫我，他可能就不叫了。我敲他们的门干什么？有没有成员瓜？这里都是成员瓜。菲菲姐，你们怎么知道是菲菲姐啊？我发现你们真的很神，很神哦。我们姐姐的名字你们都知道。姐姐 A， 你刚刚是叫我姐姐吗？你叫我就答应了。不行，夏文倩，我发现你们的这个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嘛。啊、不是，你们这个光。还是回去播吧。我想回我房间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哎，厕所怎么样？哎，厕所这个光不错还。但是我在厕所直播是不是很奇怪啊？这光可以吗？不，我在厕所直播很奇怪，我手里还拿着橘子。很多人都在厕所直播的吗？但是我怕看录播的时候又是很丑的那种。妹儿，橘子咋个卖？不好意思，不卖。对呀、啊，还美得多啊！我还是回我的房间吧，我准备回我房间播。丑东西，全世界都在直播。丑东西，嗨，是我，因为我发现他们房间的那个光还没有我房间的光好呢。哦，我刚刚还吐槽你的房间的光不好，我刚刚去找你的。不，鲤鱼他们房间的光更烂，不是更烂，就是差不多，我觉得。没关系，你们房间再怎么样都比我房间光好。我房间真的是黑漆漆的，就是那种。哎，我知道我房间哪里好了，我首播的地方那里。我想去那个地方。我不要。不要嘛，一起嘛。好，那你也坐过来嘛。等一下哈，我们两个的。开始了，还有今天，然后就是昨天是，你们等一下可以吗？等一下哈。哎呀妈呀！谁喊你老公啊？失了智吗？昨天那么多，你没有听到吗？喊你老公啊？对啊，然后今天你们为什么要喊吴晶晶老公？
这个光是不是很好？今天开直播开成很人很多，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得再搞一下。然后趁着这个妆还在，不要浪费这个妆。重点就是不能浪费这个妆。哎，这里很好，我发现这里真的很好。吴晶晶心动了。这里的光是不是很好？啊，可是我在这里充电。老公，我爱你。你那里能充电吗？可以啊，这有个充电的这个，你坐里面，我坐外面，就可以边充电边直播。你要是敢把我房间的样子播出去，我打死你。因为我这里还没有收拾。把它怼到我的大脸。这个是你的吗，吴晶晶？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你过来。今天的刘海满分，我知道。给你们看我的大脸。好了，到了。等一下哈，我移个位置。哇，这真的很好哎。是吧？是比那里好吧？嗯。我想给你们看个东西，这是吴晶晶的发圈，这么恶心的这个，我就说在我们房间，我说是谁的发圈？看清吗？看清吗？一个紫色的贝壳，超可爱。你们觉得这个光怎么样啊？好了，我要把充电器插上，不然我真的没。你们家的芹菜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家的芹菜。你觉得这个光怎么样啊？今天也要看眼妆。芹菜去吃水果了。他去哪里？哦，我刚刚就说他怎么跑了。对。然后他待会儿应该会过来。我房间不乱，我要哭了。离我近一点。晚上好。不好意思，刚刚翻车了。哎，为什么你在那么亮，我在那么黑呀、啊？他是不是针对我？你要往这边一点嘛，你人往这边一点嘛，就光在上面嘛。这样吗？哎，调一下。OK。我这个光可以吗？这个光完美。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继续播。针对我这个光，你看后面是我们的赵泽慧直播服啊。后面是我们的团服，我的背景。我把我的大脸放在这个地方。毛巾收到了吗？你是问的是谁的毛巾？我今天收了我。巡演的时候收了一条我的，然后今天收了一条鲤鱼的，收了一条晶晶的。有晶晶的，有张扬的，我很开心。可能我的吗？我收到了呀。十二点说什么早上好呢？我觉得我那个播出来还挺好看的。我不皮。是，你是不皮？对，不皮。有点皱。你看我的直播还说我傻，你是不是？哎，瞎说。我悄咪咪的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吧，上次是谁啊？是芹菜还是谁啊？他教会了我怎么样踢人。打游戏吗？你们打游戏吗？插头，我不会用毛巾来插头的，我那是调侃的，怎么可能用来插头？打游戏的话，我好像就只会手游。对，而且还很垃圾。你们不要告诉我你们用我的毛巾擦头。明天是休息。赵子会踢我，你确定吗？我要动手了，我手上来了。所以就今天就，哎呦喂，所以今天就可以玩。就是把它移出我的房间，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把它移出去。Hello。因为这个地方光线好，我的房间太黑了，我的房间真的是。你就用来插头是吗 ？OK， 发，你不要让我看到你哦。不了，我不知道明天早上你太拼了，你们也要睡。我下次看到你，我就说，你下次来见我的时候，你就说，我就是用你毛巾插头的那个，我就会记住你了。对，赵德辉真好看，我也觉得。真的吗？谁说的呀？谢谢你。他们说居然没看出光线好。嗯，我也觉得。因为你为什么你的光这么奇怪？那你往我这边坐。你不觉得很明显？充电嘞。线很长吗？应该。也没有啊。往左边不是让你往前？这里的光和刚才就是刚开那样。还是我这里的光好。哪个好一点？我感觉刚才还好一点。插嘴，你过分了噻！下周就来见我好啊。什么叫累的双眼皮都出来了？我本来就有双眼皮的。
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我没有昨天的我好看呢？就是可能跟脸上笑的比较那个，是我的问题吗？好了，我觉得刚才光线更好，我溜了，带着我的充电器溜了。去哪里？去回刚才那个位置。下周见，好啊。吴晶晶溜了，因为这里的光线对吴晶晶来讲没有刚刚那个好。真的，这里的光线都好一点。真的吗？你们觉得这里的光线好吗？它是不是针对我这个地方？为什么我有种预感？我感觉我明天可能到时候看直播，你们截的图是不是也是很糊的那种？直男，我直男很好，因为他们看不出来。啊，我给你们看吴晶晶的那个头绳吧，就是这个，上面是一个什么贝壳，还带个这个。我这个就是你不要说这个，我害怕等一下又卡了。就是这个昨天在我们床上待了好几天了，就是在这个小床上。我说我一直看见这个，我说这是谁的？我那天拿着它，我说张宇阳，这是你的吗？张宇阳一下就爆了。张宇阳说啊，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啊，怎么这个。我们当我们两个看到这个的时候都觉得这是谁的，好 low。我刚刚以为吴晶晶说啊是我的。请记住，这个就是吴晶晶的品味。嗨婉瑞。我的瑞瑞来了。谁说的？那没人了。哭傻了吗你？好了，瑞来了。开一下空调吗，晶晶？开什么空调？今天这个小窗就给你了。不要。嗯、你们明天没有公演啊？没有啊，你们明天什么时候？下午的吗？对啊。你猜这是谁的？你的。他竟然猜这个是我的。吴晶晶。明明是吴晶晶的嘛。我怎么可能这么 low 的品味呢？这个很好看啊！你说我的发夹 low， 哎，你说我的发圈 low 吗？讲道理，你们觉得这样的好看吗？看啊、讲道理，讲道理，你们觉得这个好看吗？这么俗，就是小孩子的这种，就是以前买的那个什么小公主那种杂志里面才会中的这种。天哪，因为我小时候没买过吗？这很像洛丽塔的配饰。这个吗？洛丽塔美人鱼吗？这个。对呀、啊，你看这就是小学生的嘛，还有这个这是什么？这什么鬼哦？不过很配他的公主号，他就是很配他的公主号。小时候就用的这个，嗯、为什么我老觉得我这个光？嗯。开门。门就没有关了。我怎么去哪个房间都在直播？好不容易化个妆。为什么我去哪个房间全都在直播？好不容易化个妆，老哥。今天晚上是 K 队的专场吗？对呀、啊。对，今天晚上就是我们的专场。那怎么了？你不要摸我的房间。哇，这个光好看。看。哦，这里的光。哦，这里的光好看。我没化妆都看着挺好看的。那可能是你不化。我平时不查水表。我一你看啊，这就是真的，这个我发现了一个光好的地方。哎，别挤我呀！郝婉瑞好可爱，我不可爱吗？真的是。我还有谁的毛巾？赵泽会更可爱。哦，对了，这个是谁的毛巾？那我带上。你的那边有，灯圈那里有啊。哼。你在干嘛？你要跳机尾云吗？哼，卡了。我教你们跳。我们上次跳了呀。嗯。怎么又有人在直播？我怎么去哪里都在直播？我跟你们说，我们刚刚下了公演，好不容易化个精致的妆，当然要直播、哦。但是，我得跟你们说，我可能只会直播这么两次，因为我的那个痘痘还没有好。每进一个直播都能看到他，真的，今天好像大家都在直播。因为能看到他的原因是因为张元太烂了。我开直播之前，我去李玉璇房里，然后李玉璇房里在直播，然后我
我去好几方面也认识，我就是两个，然后我要去青岛，然后发现这两个什么时候好我不知道，我要通宵吗？我疯了，我这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好，本来要好的，但是又要不停的化妆，但是我去了一次，这还得再去两次吧，不知道能不能治好，我抱着怀疑的态度。好了，我提到这个痘痘这个事情，我唉想哭。别哭，我们俩一起抱头痛哭吧。作息规律吗？我差点以为这是郝静怡。是李雪。那看完公演的时候，李雪。啊，是李雪。今天外面还下雨。好，那我注意一下我的作息。我今天公演的时候，我今天在公演的时候，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跟你们说个秘密，我今天上场之前肚子疼，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上场之前在我刚刚坐好好的，然后站在那里，那个骑士序曲前面那个声音一响，然后我们几个在那个幕布后面，然后我们就说，哎呀，有点肚子疼，然后我们四个。就是张扬、吴晶晶、邓倩还有我们四个在那里集体，好像是有点肚子疼。对，你看刘，毛不知道，就是每次好像就是上去了之后就没什么紧张，但是在那个幕布后面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怀上我的孩子。嗯。我想去讲，我想去。你疯了吗？他瑞疯了。我们也会紧张，在呀、啊，他在这里。怎么了呀？我今天又要360度旋转，哪里光比较好呢？拜拜。拜。这呀，真的这个。他刚刚在这里，手机还是不是很好。那为什么我看着？你们紧张吗？你看，我看着挺好看的。那你觉得我呢？是啊，怎么又变了？这个光不对了，突然这光就是。你的粉丝说你没事，他就放心了。不想让他们看到有事儿。他本来就没事，没事，没事。小孩子。才不是小孩子。你们今天就要是啊，对。我一上台我就不疼了。我就是在幕布等的时候有点疼，我一上去就不疼了。我一上去，我肚子立马就不疼了。啊，没事。啊，你的粉丝老说什么麻烦我，我就会很不好意思。没事，我们关系铁，没办法。你同意吗？什么呀？我们关系铁。嗯。哦，他就说，那说啥？你说是啊。是啊，你说是啊，是啊，耶、yeah. ，你尬不尬你？我跟周到这个人，我说我们关系铁不铁？你承认不承认？他说，我说你说是啊，他说是啊，我说你说是啊，是啊，你让我这么说的呀？还说我让他这么说的，这个人真的是。塑料姐妹花，他说逼着我，他说我逼着人家说是，你自己说是不是？是，大一点是吗？是。你看他自己说的嘛，他有点木头，说你有点木头。你可能是木头。是木头啊。为什么？就是刚刚说那个是，他现在整个脑子不是很清醒。干什么？你不怪也在直播吗？是啊。怎么了？你在直播吗？去那么多房间。你现在在直播吗？来，过来一下，过来一下。为什么？干什么？来嘛。好，今天让我过去，我觉得有诈。快来，我帮你拿。那你先帮我拿一下吧。好，干什么呀？
他是不是也在直播？他们这边光哎，那他也在直播，要不你来着？好。哎，这个怎么搞？哎呦，我来找狒狒了，是你们说要来找狒狒的哟。啊，谁说要来找我的？没有来着，哟，算，因为我们队刚刚下完公演，好不容易画个精致的妆，可以看我的眼妆。算了，我就放在这儿吧。来，狒狒，把你的手机放在这儿。干嘛呀？我慌了。干嘛？干嘛？来来来，你干嘛？来吗来吗？我是被迫了。啊，妈妈！我这，要多啊！我的，胳膊好痛。我的，大力火车头。我捶你哦！我捶你，放过来！托马斯拉货了，哦，他说救救孩子，放过孩子，你干什么了？哎，我为什么是个瘦呢？因为你一直往前面倾，你不能往前面倾。今天李玉霞让我好心配起了 KTJ 中的女人，我不容易，我真的不容易。我跟你说 ，KTJ 中的女人是李玉霞，我刚已经背动她了。我不仅背了他，我还抱过他了。你们可以去李玉轩补档，或者是去我的房间。再见。OK， 你知道手机还有60%，我去找他。刚刚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女人，她闯进了我的房间，然后说要抱我，把我的手机放在这里，然后把我抱了一下，然后又把我背了一下，然后就 OK 了。她就跑了，我受到了惊吓，这个女人。女人太可怕了，我有点慌了，让我压压惊好不好？你们知道吗？今天鲤鱼让我在后台背他的时候，他手在这里，你知道吗？他就这样子把我没勒死，我卡了我二了，我说你下来，他说你肯定能背动的，我说你下来就卡住我了。吃点东西压压惊，这个点我吃东西，我怕是要被姐姐，叫过去谈话哦。我想要我昨天的那个灯，所以我想现在把它插上。我跟你说，我最近不是被人抱，就是他们要让我抱他们。我这么直的人，哎，我们长胖要扣钱不扣啊？真的是，你不要问我扣不扣钱这个问题，因为我心，你一提到扣不扣钱这个事情，我的心就哇凉哇凉的。这个怎么调啊？生日贺卡吗？我写的就是祝谁谁生日快乐，然后写自己的祝福，然后写个签名啊。哦，它规定字数了吗？没有规定，但是真情实感一点嘛。我们 gay 队。这个真情实感也太少了吧。没有，我没有因为长胖。姐姐。我来教你写。姐姐独宠我一人，她不会扣我的钱。马斯刚刚过去，我想用一下芹菜的这个直播架，我想试一下这个。
晚上好。哇，我觉得这个好像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好，我喜欢这个光，因为我开了台灯，想不到吧。什么？为什么？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发现你们的套路是什么？就是在别人那里浪，然后在别人那里怼我，然后又给我过来，又跑过来跟我说：“慧慧，对不起。”唉，女人呐，唉，虽然不知道你们是男是女。你今天网不卡，我用的是流量，我昨天也用的是流量，我不知道为什么。除了我，你吗？你除了你什么？你还要不要嘛？要啊，我这里地方很大，一个火车还是可以用得下的。我想直播吃橘子了，不好意思。一心一意我吗？好。你的那个 ID， 你还告诉我除了你不浪。大哥，你怕是在逗我噻？你干嘛去啊？谁的鞋子？张扬的。是拖鞋。不是他的，就是鞋。这哪里好看啊？你干嘛呀？我在看这个挂哪里好看了，不好看。我觉得挺好看，是你坐在那里的问题。妆都没了。ID 都是假的吗？你可以帮我把厕所门关上吗？你去哪里啊？我回去。你回去干嘛呀？我在烧热水袋。你在烧热水袋？嗯。那你快要去拔了吧。给你给起了。这是谁的？这好久之前的了，不要喝了。嗯。吃，给你吃橙子。我那也要吃橙子，太大了，我要上。自己拔一下。啊？嗯。有，他问你没空调吗？热水袋。节约。小好像电费太贵了。节约是美德，好吧？什么吃的东西都不爱扔，扔啊！这不在桌子上吗？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用的。还是保暖用的。我交啊，电费当然要自己交啊。他们都不相信，本来就自己交嘛，真的是自己交的。怎么就不相信呢？电费真的是我自己交的。哎，不敢在我直播间里这么说，不然我怕。酒店的，但是还是要交啊。我也不知道。就是要交电费，电费一直就是自己交，前辈不是也是自己交的吗？酒店的，我知道是酒店，但是还是等我吃完这个橘子啊。看不见。嗯？你们可以说是酒店。他们自己知道的呀。我都不敢说。你们。
我吃的是橙子。没有，嗯，哪里有在接吻呢？我吃的是橙子嘛，想吃吗？你们想吃吗？哼，嗯哼。你们想，只是你们没说，因为我刚去鲤鱼房间，他给我的橘子，然后我就吃了，不能浪费别人的一番好意，你说是不是？优质偶像都是这样的，别人给你是情谊，一定要吃。所以，啊，我没有在房间里接吻。你们太搞事情了，嗯，为什么你们今天都没有弹幕啊？那我要说什么呢？我有点慌了，嗯，不是，我是，嗯，弹幕 OK fine。嗯，因为今天是礼拜六啊，这个时间段就比较好吧。他说我们刚刚那个角度像接吻。他不是说和橘子接吻吗？不，他说是我跟你。之前他说。应该是我脑袋太大了。虽然你脑袋比我大一点。我。本来就是啊。我叫泽慧。不反驳。啊。没事，你们早起模拟考试还要看吗？哎，我发现你们的弹幕也会延迟是吗？赵大同，你完蛋了！你是刚刚是不是你说要下周要来？你来了，你等着哈。是他说的吧？是不是？我他下周来了，我就要说他，他说我大头。你在笑啥子啊，陶尔瑞？我看不见弹幕。你知道吗？我在这里直播，陶尔瑞低着头趴在我这里，一直自己在笑，你知道吗？我就很你在笑啥子喽？我看不见。就知道陶尔瑞肯定没有乖乖睡觉。陶尔瑞，你刚是不是说晚安了？他说他要睡了的吗？对啊，你不是也说你要睡了的吗？对啊，我跟你说晚安呀。你刚刚也说自己要睡了，还不是没睡？看，哎呀，我给你看，他跟我说晚安。对啊，这是有那个的，对，证据，你不是说睡了吗？你还不是没睡。还没有去过国瑞，那你下次来看一下咯。我们国瑞太豪华了，还有多少国瑞有赵哲慧还有陶婉瑞，很值得你们拥有。有 CK 两对，我现在陷入了沉思，怎么样才可以拥有我？你开场公演，你太吓人了，陶婉瑞。深夜好，陶尔瑞。几点了呀？嗯，他说做梦。哎，怎么小熊熊也来了？谁呀？谁是小熊熊？陶尔瑞的贪吃熊。啊，哎，你们可以报一点吗？我今天看到阿雅在报。我们不可以报一点。你们疯了吗？我不知道啊，我看到阿雅在报。据说国瑞的小偶像都很甜，那你觉得我们甜吗？去看慧慧，好啊。他说我啥也没听到，你的粉丝说。
对，啥也没听见。哎，我穿的是谁的拖鞋啊？我才反应过来，这谁的拖鞋？吴晶晶吧。哎呀，我穿着别人的拖鞋走了半天路，我反应过来这谁的拖鞋？我想穿我的拉勾勾呢。哎，比较暖和。我们他的鞋。他的鞋还是兔子？是张宇阳的吗？我忘记了，我忘记是不是他。我跟你说，刚刚我在鲤鱼房间，鲤鱼说鲤鱼有一双兔子的拖鞋，然后晶晶过来，晶晶说他也有、啊，我也有，我冰箱都没有插，我没有用冰箱，你是不是傻呀？这是谁呀、啊？张宇阳啊，张宇阳的粉丝给他送的贴画，是吧？赵德惠的拖鞋，我这个是粉丝送我的。我就很喜欢你们送什么拖鞋啊、衣服这些比较有，拖鞋、衣服、娃娃这种，嗯。羡慕都没人送我。因为我可以不用买。告诉我怎么样才可以被你眼熟？我看一下你的 ID。好，我记住你了。你现在已经被我眼熟了。他下一秒就忘了。记住了。我是这么健忘的人吗？是啊，娃娃也喜欢嘛，喜欢。但是我现在说了，我什么都没说，你们什么都没听到，我只是说你们送的我都喜欢。赵子慧太怂了。你们送的我都喜欢，我只是说，像送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这样子。哦，我还要洗头，我先去洗头了。你明天不是公演吗？对啊，快去噻！拜拜。吃鸡小分队是谁啊？就他，他带领了一波人打游戏。啊，你们还有吃鸡小分队啊？小分队里面有我熟悉的人吗？没有你熟悉的人，我都知道有哪些。哦，好吧。我的外卖麦当劳到了，你过分了，真的是。可以送泰迪熊吗？可以啊，我不能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播，我觉得太孤独了，我要去找鲤鱼他们。我完了。等一下，别关门。怎么了？我好像有东西没带走。好，我完了，我你那你也不要关门，我把卡拔了。我完，我以前跟鲤鱼贤一起玩，我把他坑的要死哦。谁啊？我。你怎么不给我扣门？你说不关门，我说你扣上，不是让你关上，不是关门，没有，我说让陶婉瑞给我关门，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我有点怕。陶婉瑞要去洗头，我一个人在房间。我唱歌，你这个。夏文倩呢？夏文倩呢？出去了。他去哪里了？没事，我有背景音乐了。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快递员当年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不怕半生。我完了，我以前是跟他一起，然后就被把他坑的不行。嘲笑别人画的脸，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你们最好不要点歌。素颜是鲤鱼在唱，我没有唱。轰轰烈烈那几年，我怀念。把他的声音当背景音乐吧，虽然有点不太好听，但是也可以勉强接受。非主流情歌。干嘛？要不你也来唱一下？他们说你这么晚还唱歌，不怕打扰到旁边的人吗？可是我隔壁桌都在直播。你知道他们刚说慧慧你在干嘛，你在直播吗？我说嗯。你怎么也在直播？大家今晚都比较嗨。对啊，我们刚下公演就是很嗨啊。而且对，他们说李玉璇唱歌真好看。我也觉得我唱歌，他唱歌好看是什么鬼哦。唱什么？不，李玉璇不唱歌的时候更好看。我去拿个凳子噻，太累了。好好唱歌，我不知道唱什么，就想唱小圆的。为什么你们都喜欢唱歌，搞得他们也要我唱歌。
你要唱吗？我不要。我是湖北人，对，湖北口音。哎，我觉得你们这里的歌还不错。巧了，同一个看法，什么？什么套路？我跟你们说，我因为我要减少化妆的次数，所以我可能距离我下次直播可能要很久，可能要到下个礼拜。哎，不对，我试一下，我试一下，我试一下。我们礼拜二可能也会吧，我不知道。这么甜的吗？等我，可以啊，我可以开电台。哎，对，可以开电台，电台不错。但是你们不是都在玩游戏什么的吗？我就带开电台的话，你们也会比较方便。等我吗？好啊。我戴着墨镜、口罩、帽子直播。好。这个背景音乐很难听啊。谁唱歌这么难听？李雪。当然会谢啊，因为我如果不卸妆的话，对皮肤不好，我的痘痘很好。没有，我在他房间里，因为我房间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觉得有点怕，我就在他房间直播了。还火箭枪，还风火轮。我觉得我有些累，我真的有些累。你们让我出课吗？他们好闹腾，他在听歌，在唱歌。但是我不想唱歌，因为一言难尽。真的吗？我的舍友吗？他去找邓倩了，他去邓倩房间。我本来想去他们房间，但是他们房间就是光好的地方，他们都在直播。然后我就我就在我房间，然后我现在在李鱼房间。就是唱气太短了。你唱不上来，是我一个人待着就是有点森。我在想问一下，你的直播间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吵？对啊，他们说那个 bug 就 BGM 是谁啊？他说谁唱歌这么难听啊？看他说这个 BGM 让人很无语。我找了一下，都是日文歌。你还要唱吗？那我去找芹菜吧。好。这个 BGM 我也有点受不了。因为他唱的啥我也没听清，我只听见风火轮，我只听见有风火轮什么的。Hello， 这房间有人吗？哦，没人，那我在这里直播好了。这里的光是不是不错啊？在我房间关着门，为什么呀？这里的光是不是很糊啊？你们可以告诉我吗？我感觉好像很糊。我在打光灯算电子产品吗？我不知道哎。是我不好意思，上天，我现在有点久。嗯，不行，他们后面有很多东西。我在这里直播吧。我在这里直播好了，我坐在他的前面。我在这里直播吧。你们不是说有很多话要跟我说的吗？怎么不说？后面是床啊，没事啊。后面没有人，是被子。啊！你们别吓我，后面就是被子，后面是被子，我不要在这里直播了，你们吓人。我还是在这里吧，你们太吓人了，后面是被子。
真的，你知道吗？我在这个房间都能听见李玉璇在唱歌。不行，我不能一个人在房间里，我有点怕怕的。啊，我不在你们这里待了，你真的没有人，只是他们那个被子就是裹着的，好吓人。这个房间没有人，我不要在这里。你们大半夜的下午，我记住你们。这房间有人吗？我想来你房间直播，因为他们我房间没有人，我有点怕。然后李玉房间他在唱歌，太吵了。汤瑞呢？汤瑞回去洗头了，他明天要公演。你还在直播吗？我准备关了。请主播别晃。连瑞，我刚还准备过去找你呢，我跟你讲，连瑞。我在郝静怡这里直播吧，他要关了，应该多笑一笑。不是我跟你们讲，因为我胆子我炮也不是很小吧，就是、我觉得。我胆子不小。啊！你们别说了，什么后面有个人？那个是抱枕。是他的抱枕，什么？嗯，我吹牛。哦。然后就是我现在嘴巴说话的时候。对呀、啊。就感觉这里边有东西，就老感觉那种东西，就是说话自己都就是。刚刚他后面放这样好了，嘿嘿。啊，你知道我刚刚在我房间，就是我一个人嘛，就是有点黑，我就有点怕。然后我又去，本来想去跟小鲤鱼在他房间里面直播，结果他一直在唱歌，那个 BGM 有点吓人。然后我又去芹菜房间，但是芹菜他的房间也在那个，就是也没人。你们还一直说后面有人，我以为他在厕所，其实厕所没人，就有点怕。你马上要过生日了吗？那我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吧。你们没有你的什么呀？无家可归。我等一下就把张宇阳拽回来一起睡觉。情人节生日吗？那也祝你生日快乐。那情人节生日是春节前吗？还是春节后啊？春节前吧。你也过生日啦？那好，那晚到的生日祝福。怎么了你们？我今天还写了一份生日贺卡给某位同学。生日当天都有节日，我就没有啊。我的生日4月25没有什么节日，而且我有的时候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是礼拜啊，这里好冷哦，经常是礼拜一礼拜二节，礼拜一礼拜二那个，就是机长送给你，想得美。还有男人节吗？男人节是什么？我的生日是冬至，秋分啊，有那种2月29号的，四年才过一次生日的那种。啊，38分。你们申请生助要什么资格吗？那个我不是很清楚，你们可以告诉我吗？申请生助的话要多少？杜娘说4月25是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好吧，那我也是一个有节日过生日的人啊。要钱，我知道两万积分是，我又不知道你们这个是什么，两万积分是多少？就是2万块吗？还是？哦，好像在这里问不太好，你们私信告诉我吧，或者你们弹幕告诉我，生助吗？对。我今天说了一个生助，我还写了一份贺卡，但是得下次才给。我适合过儿童节，我这么成熟高冷的我，过儿童节。
那你们记得儿童节给我买糖吃，送我糖吃。儿童节还早吧？你知道吗？我们队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在直播，因为我们刚刚下完工业。六月吗？不能送吃的，嗯，好像是不可以，好像就是那种喝的、冲的也不能送。真的吗？好。但是我可能会去别的直播间蹭一蹭。比如说，比如说赵泽慧的。谁呀？算假的他，好。哇，你送给我吗？当然不是我。真的假的？哇，你知道吗？你一进来，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哎哎哎哎嗯嗯，我跟你说，就是被前辈。买了一杯水果，就是那个二姐，然后看到我，看前辈好，然后就很开心的跟他说，你好你好啊，然后我突然忘了，就是我刚刚才去吃了面，然后 我不知道我牙齿上八着葱，真的吗？我不知道，我刚刚就很尬，然后赶快收起了我的小耳机哈。应该没有吧？哇，可以送花吗？好像是可以的。我把我的水果放在这儿吧，他们的水果我先给他们带过去吧。我看了他的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官博发的那个，我看了一下。确实，送豌豆尖。上次接机的时候，他们送了什么菜什么的，我当时都愣住了，我说是什么？我要去小的，去送他什么？我的酸奶是给你的。你。宝仪还在召唤我。给你我的小心心，好吧。马上就凌晨了吗？他有好多人在直播，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蹭，比如说赵德慧。又在直播，你昨天才直播的吗？对啊，我就今天两天可以直播，因为我化妆了。哎，礼拜二是不是也要化妆？那礼拜二可以再直播一次。不行，我直播的太多了。你是饭水偶像吗？你这么蹭，好啊，晚安，今天很好，早点睡，很好。张宇阳的那个好像还在宿舍，很好。早点睡觉，拜拜。星期二不知道，但是好像是，哎，不是星期一，星期三，我忘记是礼拜几了，反正好像有个什么事情要化妆吧，好像。狒狒。滚出去！刚刚小猪就一直在脚架子啊！滚出去！好，我把我架子带走。让我滚出去！你关了吗，郝正一？我想去你那里。我想坐那里，这太冷了，这风口。我先回房了。你不是要蹭我的直播吗？不蹭了，你让我滚出去啊！哎呀，你滚回来，滚回来！不来了，再见。我要去林睿的房间发个东西。来，你坐过去嘛。我要坐一下。你还要赶我走？没办法，我就是这么蹭。他们不是说我是什么可以叫上直播成员一边撸串一边直播，我怕是没被姐姐打过。不要走，我已经让他走了。赵泽会直播串呢。对，我确实是。明天是休息，我超开心的。我跟你们说，我今天整个人跳公演的精神支柱就是明天休息。你干嘛搂我腰？明天也休息，哎，我们明天也休息哈。你们赵泽慧，你干嘛搂我腰？油腻！你不要听他讲，你们明天休息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送婉约一筐鸡蛋？要在我这里说什么？打你哟！你什么时候也送我一筐鸡蛋？我也可以砸张一样的，找的会动手动脚。哇，你们好悠哉啊，去旅游。我昨天没用莫寒零钱。好，那你加油哦。
要赶飞机回去考试啊。那祝你考好。郝晶晶在跟谁发情话？李恩瑞。我仿佛看到了一抹绿光。他们说我好色啊，我打你哦！我跟你说，我就是昨天就是这样拍了一下，就是那天放假我就这样拍了一下。我要控诉他，刚才搂我腰，你看他还搂，他还搂，这就是他的手。我们俩在一张凳子上坐，我怕我掉下去，我才搂着他。真的是这个人自立。哦，你还想拿屁股怼我？他还拿屁股怼我。啊，我这好痛，那天摔的还没好，好痛。陕西醋王什么鬼哦？嗯，我没看到你们刷的什么，我错过巨款。大了一岁，这就是你乱摸人的理由吗？是吗？是啊，我给你们说，我给你们说，我那天真的没有摸韩林琴，他在床上坐着盖着我的被子，我只是这样拍了他一下，我说哎，你帮我拿下那个遥控器，他就说啊，赵昭辉你摸我，我当时他说我摸他大腿，我说真的是又没有摸到，又有被子又有裤子的，哪里有大腿哦？赵德辉道歉，我不要。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就不。赵德辉道歉，我不。赵德辉吓人。快截图，快截图，快截图，快，赶紧，快赵德辉，赶紧的。怎么样？谁还不敢抱人了？真的是，变态都是这样狡辩的，你过分了，还说我是变态你。赵德辉毛手毛脚，他是羡慕我呀。你们是不知道郝晶晶在后台对我做了什么，他才是最渣的，到处亲别人。我跟你说，我没有。是他什么？哎，我的嘟嘟唇。我没有。他在后台黑灯的时候，他竟然壁咚我，你们知道吗？我没有，我没有，你 you know, 我不是，你别瞎说。You know what this 壁咚？就是把你。我想去串别人的直播间了。我收到了惊吓，拜拜。我收到了，记者，再见，看吧，这个人翻车了，真的是。郝晶晶，他们说你四处留情，对他就是四处留情的一个人。有点高，我觉得。我们国瑞，不，我们国瑞。不，我们很正常的。我们，我想他走了，我想偷吃他的桂圆，我想偷吃他的桂圆。广东粉丝被吓死，你不是芹菜的粉丝吗？你的 ID 芹菜在干嘛呀？广东桂圆呢？哎，不能掉到这里，他今天会来打死我。你要吃吗？我只是吃了一个桂圆。现在已经12:06了，你们说我偷吃，我要下的关直播了。桂圆，然后呢？啊，不行，桂圆好像会上火。我的早餐真，我有需要偷吃吗？我直播也要，我偷吃也要开直播，那我也是超六的。我的刘海还可以吗？那我不吃了，我没吃了。
我就吃了他一个，不要告诉他哈，他一个也不会被发现的。我没有挑战姐姐。我觉得对啊，感觉跟律师差不多。你们觉得我今天好看吗？真情实感告诉我今天好看吗？今天好看还是昨天好看？他们都说我今天刘海好看，但是我觉得这还好。大光明，等我痘痘没有了我就大光明。等我额头上的痘儿，我现在也可以把刘海撩起来呀。真的吗？好，给你们。这谁啊？我在直播。你在直播啥啊？黄金怡呢？跑了。Okay. 赵泽费，哎，你们真的是，你们是学李宇轩吗？行不行？你们要看吗？给你们看一下下。哎，能看见豆吗？哎，可以看到，我要把它看不到吧？你们觉得好看吗？看到了一个，算了，我还是不要了，我怕他看到。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挑眉的，就是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挑眉，是来到这里了之后，我控制了我自己这个挑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控制不住了。真的很撩吗？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期产品力强啊？谁还不会 wink 了？真的是 wink 谁还不会了？真的是一般般。你说什么一般般？记性不好，现在就很累。记性不好，人的人生过得就很辛苦。什么？我真的，我舔到一种境界，我被我自己舔到了。你疯了吧？我爱上赵泽辉了。会不会疯了？真的吗？早上好，哪里早上？哎。我会珍惜我的一千零一夜的。所以我每次很想笑，因为我老站不稳，我站不稳我就想笑。芹菜，我不知道。发电吗？你们是闭眼吹还是什么？认真的吗？你们是认真的吗？我觉得直播照不出我的美，往后坐点。你们觉得我面纱修好了吗？你是不是修的太紧了呀？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紧和哦，今天又掉下来了，我真的是。今天又掉下来了，今天的那个面纱，你不看你听着就行了。我今天那个，我今天的那个就是没有，我很生气，它又掉下来了。掉下来那一瞬间，我笑崩了，你知道吗？好想笑。怎么美颜？那我开大点吗？开太大就是有点怪怪的了。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开美颜的时候就是开的很大了之后，这里吗？可能因为刚刚他不匀了，口红都快掉完了，他这里也没有口红，
不知道啊，我那个面纱它就是有问题啊，我的面纱就没好过，前几场稍微好一点，它不行，但是那个已经是最大限度的那个了。因为什么我的面纱是这样？因为我的面纱前面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吊坠。因为姐姐说我的那个面纱就是我的那套衣服就是腰间的这些装饰比他们多一点，如果面纱也有的话就会显得不太好。但是他们说好像还是不太行。你们可以悄悄的给我们那个剧场的哥叔给我换一下吗？可以说把衣服给我改改吗？我跟你们说，并没有挡上腰上的肉，我那旁边都是镂空的，我前面也是镂空的，我就是。哇，你好会说话，因为老天爷不想挡住我的美颜，加推你。好，你给他说说，还有那个袖子我也不喜欢，其实我喜欢他们那种水袖，但是没有办法。但是我没有办法，他就是真的吗？你们夸我两句，我让你们看看我的进展。眼睛吗？真的吗？成样了，各位老哥，你们好像吹的有点过了。我再播一会儿，我你们早点睡觉吧。因为我觉得播的太晚了不太好，是有点干，我刚刚从剧场回来一直没怎么喝水。因为我们困了，闭眼吹，你太过分了，大牛。我再播一下下我们就睡觉吧。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或者聊的吗？我们可以再聊一下，然后我就关直播，我们早点睡觉吧，好不好？那我去找一下吴晶晶，等一下。想去找他们玩了，我喜欢玩什么游戏？平时不是很喜欢玩游戏。姐姐，我们问过这个问题，好像是微信。你问，哎，你们想看我跳什么 Unit 啊？说来听听。聊聊你们想让我跳什么 Unit？ 这什么？明天游戏看公演，真的吗？不相信你们了，你们确定不看公演吗？上次是谁说我不看 CJ 的公演，然后跟着我一起上楼？玻璃手机的王子公主号，我也想跳，因为那个没有什么动作。新世界，我的腿可能要再减一点吧。K 队粉丝，好，我记住你了，你是 K 队粉丝，你不要让我在 C 队逮到你哦。张宇阳跳公主位，我跳王子位啊。那你们去跟他说。那你们去跟他说，他同意了之后，我们有机会一起跳，好不好？可以是吗？真的吗？好。他说不要。他想跳王子位。但是其实我也挺想跳公主位的，
男装公演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吧，但是我要是公主会的话，我可能只能跟璇璇一起跳。我可能，那我跳公主位，什么？自己一个人扮两个角色吗？那我跳公主位，让他跳王子位，不行，太奇怪了。想想韩林奇男装就搞笑。不喜欢 gay， 你觉得我们 gay 吗？但是我也挺想跳公主位的。除了这个，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吗？我想看你们跳《一千零一夜》。晶晶说她跳公主号的时候，下面有聚聚在跟她一起跳。我下次想看你们跟我一起跳《一千零一夜》，你们可以自己扒一下我们的视频学一下嘛。我想一下，公主号那个衣服不太适合，然后暗夜脚步声，太累了，那个舞一直要蹦。男聚聚会来会跳公主号很正常，我巡演又不是我决定的。粉红狙击手吗？什么粉红什么枪？那是粉红狙击手。对啊，我们想看你们扮一下爱的魔法。我不要跳爱的魔法，我不喜欢，因为那个太可爱了，而且那个我那个据说比暗夜脚步声还累。粉红狙击手吗？你们要去扮吗？好，上次是谁说要写我名字一千零一遍，他也没有交给我。黑夜女神吗？好，我知道那个。对呀、啊、，Solo 马里奥，这个 Unit 好像还是要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吧？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听他们说过。我们会不会跳起就一动的呢？那你觉得我们一千零一夜难吗？这样吧，你们去扒一下那个魔和惊奇，是 d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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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cky， 那个很可爱，是吗？哦，不对，昨天，但是，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是我具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而且好像是很多很多，我具体不知道他是怎么玩的，好像是有很多很多。那个舞蹈吧，还是什么？你们记得投一个好一点的油，不要搞我。你们投什么，我们就跳什么。现在当粉丝没有，我只是说想看。哎，我今天没有穿毛衣，我告诉你们，我再也不是毛衣偶像，我今天没有穿毛衣，而且你们送我毛衣真的是。纪委员，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已经跳过了呀。会跳舞的饭就会很受关注吗？你们可以截我的现在这个角度的图吗？因为我觉得很好看。好啊，我会多穿点的，你们也要多穿点。据说最近都会很冷，是真的吗？好啊，你来华贵，但天真，我跟你说，我真的会一直会都会看你的。对啊，我这个还是加绒的，里面是加绒的，就可以很那个。你今天来看了吗？
真的冷吗？外面又下雪了，真的吗？我今天看到下雨了，我觉得是有点冷。我刚刚在郝静怡那个阳台那边坐着，冻死我了，那里有风啊。我跳天真吗？那你们等着吧。我我们现阶段可能，天真这个歌，我觉得害羞这个歌。你两天都在吗？但是我又不知道你是谁。北京有暖气。啊，我知道，我看过那个新公演。神魂颠倒，我现在知道，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了，就什么抱抱啊，什么，什么神魂颠倒啊，天真啊，就是那种很诱惑的那种舞蹈，是吗？就是那种什么 don't touch 啊，什么，就是那种很诱惑的那种，你不要再说 don't touch 了，真的是，那个歌不是好多人都跳了吗？艾未央，艾未央，这个还有女王殿下，寒夜，好好，你们厉害，你们厉害，夜蝶，夜蝶可以，夜蝶，考虑一下。啊，其实对我很喜欢，就是这种向日葵啊，还有那个，就是我具体我忘记了，上次有一次挑，就是有一次就是姐姐说要看很多 UNIT 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就是有很多那种就是很怎么说，就像向日葵那样，就是很那个的。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有很久，我们慢慢来。你们想看的都会看到的，逃不掉的，就是你们说的那句话，逃不掉的。也不，我不要可爱的，我上次跳那个，就是上海巡演跳的那个《初吻练习曲》，已经是我的那个。其实我本来不是可爱的那种，因为我。不是可爱路线的那种，但是一上来一出道你们就说啊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可能现在可能因为我痘痘没好，肥也没还没有减下来，所以我可能只能这样了。其实我觉得等我瘦下来了，我就走高冷路线，高冷帅气的那种路线，我跟你们说，然后我们真的吗？我很可爱吗？我希望我可以把所有的风格都尝试一遍，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我的风格。但是我们日子还长，我们不着急。我跟你说，高冷帅气就是我的本体，我以前都是高冷帅气的。我跟你说，是穿上小裙子了吧，人就会娘一点。真的吗？你们觉得我适合走帅气路线和调戏吗？当然，啊，我真的会很高冷的。你们不要让我瘦下来，我瘦下来，我跟你们说，高冷死你们。我真的会，就是又高冷又帅气，就是那种美艳，就是冷酷美艳的那种。我这两天不怎么穿，其实。我168，我起码高冷，我站了个高，哎，就是这么的自信。对，我准备到夏天的时候把那个肥减下来了之后，我就走高冷路线，暂时还是可爱一下吧，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他们说我有点傻，就是每天乐呵呵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段时间比较嗨。等我不嗨了之后，放心，我会演你的，这个 ID 我记住你了，我一定会演你的。哇，你185啊！
现在都快半了，我们不聊了吧，你们早点休息。好，我按季节变，好不好？那你让他多吃点，他的 girlfriend 不错，苦到不行。好，那我不跟你们说了，好不好？你们要早点睡吧。你们不睡觉吗？我去隔壁玩一玩，然后卸个妆，可能凌晨睡吧。好，晚安。真的吗？好，拜拜。好，拜拜。那你们早上的飞机就快点去睡觉吧。晚安，拜拜。谢谢你们看我的直播，拜拜，拜拜，晚安。关了哟，三二一我就关了哈。数三声，三二一，拜拜。拜拜，晚安，早点睡，拜拜，下次见。什么东西啊？哦，对，很好，这今天很好，好，拜拜，拜。